刚刚呢，请大家来用老师这边把这个软体下载了，然后当然你回去就从我们右手边这里云端一点下载就好。那目前老师提供给各位的是免安装的版本，加强版本。其实呢，实用专题官方网站上它本来就有提供安装版本、免安装版本，还有 Mac 版啊，甚至 Linux 版本都有。那么各位呢，你可以先从这个第六个这里哦，你可以看到老师有把跟实用3D 有关的这些教学，还有上课录影片，还有一些模型的资源都有整理在上面。那首先你可以看到在这里，我们比较幸运的是，我们有一个很认真的中文化作者，因为他也是室内设计师，所以呢，他的中文化呢帮我们做得很完整，很多的模型啊、材质啊都有，而且他自己也有很多的案例，那也帮我们整理了很多台湾常用的这个模型资源，所以可以直接从这边进去看一下。只是比较可惜，就是他的现在教学啊那些哈、哦、文章都是比较旧版本的，那比较新版本的，好像网络上只有老师这边比较多而已。好，那么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官方的安装版，你可以从这边，官方其实本身也有提供免安装版在这里。那右手边这个就是跟老师提供给你的一样，就是有经过强化的版本，也就是呢，老师给你的里面除了有比较多的模型材质以外，还增加了很多的所谓的外挂程式，好，外挂程式哦。那你进到那官方网站，你可以个别下载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实用 3D 其实它也有 APP 哦，好，它也有 APP 在这里，只是呢，这个目前不是它官方的 APP。但是因为它这个软体是一个 open source， 就是免费开源的，所以别人拿它的这个去做也得到官方的认可。那目前是只有 Windows 的版本。那除了这几个版本，其实它现在原本就有一个线上版，但是它是用 Java， 所以它现在呢，目前线上版正在改版中。好，这个有一个线上版，有没有？正在改版中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想要用线上版本，它已经有一个 demo 可以用，但是功能相对还比较少一点，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暂时就是现在就是用软体版的，可能你可以用的功能会比较多，而且它本身你可以看到也有中文的繁体中文的官方网站，好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有一些问题啦，或者一些教学啦资源，你都可以到这边来稍微找一找。好，来找一找，都可以找到一部分，这样了解。哎，那语系当然一样很多啦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实用 3D。那实用 3D 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，好，在老师这网站里面，他官方有他自己的这个作品，让你可以看跟下载。那么也可以看到下面这里，这些都是同学做的，好，就是以前你们学长姐。还拍谁哦？老师有上儿童班、国中小，还有高中组都有，比你们早的都叫做学长姐。好，即使年纪比你小，也叫学长姐，这样可以吗？欸、有些是小朋友做的，好吗？真的厉害哦。那这里老师都有提供原始档，好，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。你看白天的、晚上的都 OK。好，这个你可以参考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这里面，我们也会把它用在，就是这个叫做虚拟摄影棚，哎，像这样子，你可以自己建一个摄影棚。像我们今天那个演讲，不是在那个即时的特效摄影棚里面吗？对不对？那你不见得一定要进到里面哦。如果说哎，自己想弄一个做好了，就进去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是给各位参考一下。那老师上面呢资源很多啦，好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，你再上去看一看，因为这个东西好多，哎，真的教学很多。那还有一些所谓的外挂程式啊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可以稍微参考一下。那待会呢，你把软体下载之后，解压缩的，请你进到这个资料夹，点进去，你会看到我们里面有这个64跟86，你用哪一个都可以。好，那如果同学你是用 Mac 的，就只能用安装的版本，但是没关系，老师再跟你解释一下，哦，你怎么样再把一些模型啊、
材质嘛汇进去，还有外挂程式怎么加进去。那这两个你要执行哪一个都可以，点两下你就会看到这样的画面。稍等一下下，它就会打开。